今天 N 卡发了一段游戏演示，我们来看看目前顶级的光追是什么样的水平，顺便再看看老黄是如何吹牛的。右下角带 RTX on 的就是带光追的画面，左侧 RTX off 就是不带光追的画面。各位看官如果有条件的，最好用 4K 的显示器或者电视来观看，如果没条件只能用手机看，也建议横屏用全屏看。我这个视频是支持 4K 60帧的，我感觉带光追的画面场景感觉更真实，氛围感更强，但是提升不是那么大。现在各位看到的右侧是带光追，左侧不带光追，右侧是有大力水手三，帧率很高，左侧不带光追，关闭了大力水手，帧率还很低。老黄是想表达他的大力水手三有多么牛逼，我开了光追比你没开光追的画面先要好。另外我这个开了大力水手三不仅画面好，帧率还高，高2到3倍。不得不说大力水手三是真牛，可惜有两点，一个是只有40系显卡才支持，第二目前大概只有300款游戏支持大力水手三。另外右侧这个帧数这么高，我猜应该是开了帧生成，帧生成技术和大力水手三都是40系显卡才有的，说简单点就是美颜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价格高性能弱开美颜的40系显卡你会买单吗？